Cheers. 是啊。Yahoo! Cheers. Cheers. Cheers.台达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台湾的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说它还是一样从小公司这样子慢慢这样变成一个大公司，然后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公司。风扇哈，我们现在做的风扇很多都是给 IT 的哈 ，telecommunication 的哈，你像这种很小的哈，这种是 handheld， 这个 mobile 的产品。我从管理到五六个人，到现在管理到全台达几万个人，那几万人都不是我在管理的，我是透过组织管理，我的主管，我的主管再有他的主管，然后这样一层一层的下来，这当然是很不一样，你很难说我这个管这样的一个规模跟管这样的规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事实上方法是有蛮大的不同。那当然管理啊，讲硬一点的话，事实上管理就是你透过流程，透过组织，透过沟通，把你要做的事情传达下去，那这个是一个很生硬的一个讲法，你不管是大或者小，事实上都是用这种方法。你将来做主管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在人的身上，你在管理一个部门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对人，挑人，挑能够跟你合作的人。我觉得人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人到了一个阶段，能不能再上去，往往跟他的眼界跟格局有些关系，有些关系，就是说。你能不能容纳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事，更多的人在我的组织里面，我也看到有些人还真的是不错，真的是还蛮有能力的，但是你有发现他升不上去，他升不上去，这个很遗憾。他就是说他只满足于他的这个工作他没有办法 demonstrate， 就是表现出来他有那个 potential 或者有那个能力。你如果能够 demonstrate 你有那个能力最好，但至少你要 demonstrate 你有那个 potential 你可以再往上去。这些做大事业的人，你会发觉到他什么样的个性都有，从很保守的、很拘谨的，到很开放、很善于那个交际的，通通有，通通有。所以你会发现，个性不是一个人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 drive 你自己这里面沟通我觉得是很重要。当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别人就可以看出你的这个想法，看出你的能力来，甚至可以看出你的热情来。这个机会机会往往是给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上去。因此我常常希望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在你的职场要成功，不要只是 focus 在你的专业的知识，你要培养你怎么样跟人家打交道的那种能力跟方法，那个要培养起来。你只有这样子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人家才会认识你。